就是大家看到女生组气氛都很欢乐嘛，那你能不能分享一些大家身上比较好玩的事情呢？就是大家都挺放得开，就是比较有梗。我觉得是比比姐，我完全没有想象过她会讲这些话，然后她也能接住你的梗。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是毛毛老师，因为我觉得她平时可能跟我一样不太讲话，但是她一讲话她就非常的搞笑，我觉得。对，